陳偉業議員。主席，剛才我是評論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即是在政策上的失誤，同埋喺呢個嘅公帑使用方面咧，即係認為基本上係浪費公帑，所以就支持刪除局長嘅薪酬嘅撥款，同埋成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即係成年嗰個嘅員工嗰個嘅撥款。咁頭先我講到綱領二，跟住就講呢個綱領三。嗱，綱領三咧，就主要是內地和台灣辦事處的工作，主要是涉及到70個員工的。在他5個綱領裡面，綱領3涉及的員工之多是排第二位。剛才我都提到關於這個台灣辦的職責，內地及台灣辦事處綱領的職責呢，即係就話要加強聯繫，包括中央同埋地區，同埋咧以及台灣有關當局。咁我就指出，即係同台灣當局嘅聯繫咧，即係香港政府咧嘅官員，特別整個香港，即係呢個特別高層官員喺台灣眾多嘅即係政黨同埋官員之中咧，絕對係一個嘅負資產嚟嘅。如果大家清楚記得多年前咧，即係仍然係國民黨做總統嘅時候咧，即係有位高層嘅人士過關咧，咁啊，即係都拒絕呢個嘅入境。咁呢一個嘅信息咧，係俾到台灣方面咧，係極為呢個嘅負面嘅形象，而都對香港政府嘅官員咧，即係因為我差唔多每年。都過台灣呢兩年就少啲咧，即係早前咧差唔多年年呢個台灣嘅總統選舉啊，嘅立委選舉啊，包括台北市嘅選舉咧，市長嘅選舉咧，我哋即係由80年代後期咧已經年年去呢個嘅參觀。咁除咗參觀，即係了解佢嗰個選舉之外咧，亦都係了解即係佢啲嘅政策，特別啊，即係十多年前佢哋台北市推廣呢個嘅即係垃圾嗰個即係回收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由佢最開始到成功咧，都有去呢個嘅視察同埋了解。咁就陳水扁啱啱出嚟第一屆選立委，我都有去捧佢場，亦都有出席佢嗰啲嘅即係街頭嘅即係嗰啲嘅大會。咁就講開台灣呢方面嘅問題咧，主席，就香港同台灣嘅差距咧係越嚟越大嘅，特別即係喺文化、民生同埋呢一個嘅環保根本就即係越走越遠添啦。即係廿年前咧，香港好多方面都比台灣進步。葉議員，台灣同香港嘅差距同你而家要有關嘅，主席，因為即係台灣越嚟越覺得香港已經唔值得聯絡啦嘛，咁所以就你嗰啲咁嘅駐台灣辦。即係去到嗰度咧，要推廣香港嘅優勢喎，大佬，你香港有咩優勢啊？你香港政治比人落後，係嘛？人權比人落後，環保比人落後，即係你我要，因為佢個政策主席，我要讀出嚟啊，主席，佢就話鼓勵及吸引投資者來港，並推廣香港作為亞洲投資同埋營商中心嘅多項優勢。喂，台灣都取消呢個服貿啦，台灣人根本就唔中意見到咁多強國人去台灣。哇！你嚟到香港，周街都係強國人。你叫台灣啲人嚟投資，要面對嗰啲強國人。最近台灣有一個嘅即係呢個歌唱家公開講啦，佢話如果你要嚟咧，唔該你學識咗去廁所閂門至嚟啦，係嘛？即係你見到台灣人嗰個嘅要求同埋嗰個感言啊，台灣人嗰個感言並非如即係香港人即係可以想象嘅，係嘛？佢哋為咗爭取民主可以自焚而。即係自焚嘅，淋呢個火水喺自個身嗰度，然後自己點火燒死自己，表示對呢個國民黨嘅不滿。即係台灣人嗰個嘅強悍同埋，即係為咗嗰個目標理想，唔會為咗嗰個短暫嘅經濟利益好似香港好多即係特首又係財政司就係、是，哇！呢個689先前董建華都係嘅，中國好，香港好，係嘛？總之揾到錢嘅咧，有奶便是糧。人哋台灣人冇你香港人咁勢利，亦都冇你香港人咁市侩，係嘛？所以你話要呢個咁樣嘅
香港辦擺喺呢個台灣推廣香港嘅優勢，喂唔該你啦，即係唔該你照下塊鏡，睇睇下香港嗰個沉淪，睇下香港嗰個低落，香港人嗰種咁嘅無恥無量，係咪缺乏尊嚴啊？即係嗰個嘅表現同台灣比，即係你20年前都仲有些少比下，台灣解除黨禁報禁之前，你同香港嗰個言論自由啲報館啊，喂台灣。人哋台灣的廣播更加蓬勃啦，係嘛？台灣啲電台、電視台，特別地下電台之多，真係直情驚訝嘅。阿牛都走咗去台灣參觀，學下台灣人哋做嗰啲嘅地下電台，即係嗰啲嘅手段同埋啲方法啦，係嘛？人哋淨係呢一個地下電視台都數以百計。講高峰期啦，最近呢幾年我唔知佢數字發展到去邊啦。咁所以你講呢一個嘅優勢嘅話咧，其實應該香港應該組團啲香港人，特別民建聯嗰啲，應該多啲去台灣咧，了解一下台灣嘅優勢啊！唔好做掌底蛙，係嘛？以為我哋偉大嘅祖國，我哋個強國好強大啊！喂，外強中乾嘅啫，係嘛？當然你講佢嗰個經濟發展，睇個總數字好似好大，哇！大佬貧富懸殊加劇係嘛？即係嗰個形勢咧，即係絕非真係好似香港啲井底蛙，香港嗰啲咧。即係有賴便是良嗰類嘅人咧，可以理解到台灣人民特別台灣呢一個嘅商界嘅啲嘅心態，咁所以即係要，所以繼續資助呢、這個啊呢啲咁嘅台灣辦事處。嗱、啊，我唔係講啲公務員喺嗰度即係問題，即係唔係針對佢個人，亦都唔係針對個別公務員嘅質素，即係而係指出香港政府。想達至某個政治嘅目的咧，而強行推銷，強行即係呢一個嘅用一啲嘅制度資源，整個辦事處去咧就可以做到嘢咁。咁可能呢個係689嘅做法，689好多嘢咧唔講就等同冇做，係嘛？唔講啲嘢就取消噶啦。好似呢個港人港地嗰啲咁，講咗有啲嘢要做咧，噏咗就當咗做，個辦事處喺度就已經當做咗。但係完全漠視，即係嗰個實際嘅環境咧，同埋即係嗰個嘅實際嘅需要，更加即係唔好講係咪能夠落實綱領裡面定嘅目的係嘛？即係基本上咧好多嘢咧，即係擺到係真係擺個紙公仔喺度差唔多嘅啫。其實你話呢啲咁嘅辦事處咧，即係整個紙公仔全部電話錄音，個成效其實冇乜分別嘅係嘛？即係其實即係幫多啲台灣移民去嗰度嘅人咧，即係協助佢哋適應好過，即係變一變嗰個方針。因為最近香港好多人咧都想移民去台灣，係嘛？香港嘅環境咧係過分惡劣，咁所以可能嗰個職責方面、綱領方面咧，關於台灣辦嗰個嘅工作性質咧，應該係大幅呢個改變。唔係應該係改為協助呢？咦，如果香港人想移民去台灣，究竟有啲咩嘅資料啊？有啲咩資訊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協助到香港人移民去台灣呢？可能更加呢個嘅理想，同埋更加呢係符合香港人嘅訴求。咁就另外睇返呢個嘅即係嗰個綱領3裡面嘅工作呢，其中一個就係身在內地遇事的香港人，呢個同台灣好怪喎。佢話身在內地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可行的協助，點解台灣冇嘅呢？內地冇理由包括台灣㗎。嗱，佢其他嗰啲嘅工作咧就係為身在內地及台灣的香港居民提供資訊及其他適當的支援。嗱，好清楚啦，內地及台灣的香港人。但是就身在內地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可行的協助，淨係講內地啫喎，冇台灣喎。最近香港有兩個妹妹仔，即係喺台灣呢個租房嗰度搞到人哋嗰啲嘅房間污，即係呢個污呢單刀，咁啊最後被呢個拘捕即係佢逃走咗啦，之後就被呢個通緝拘捕，其後被要判監添啦。咁所以香港人都有市民喺呢個嘅台灣。遇到呢個嘅問題嘅，包括呢個嘅刑事嘅檢控，但係呢個辦事處冇呢個職責喎，點解咧？呢個係即係覺得台灣就香港人去台灣一定唔會遇到呢個刑事檢控，唔會遇到好似內地咁嘅問題嘅。咁當然呢個未必，呢個即係嗰個內地嗰啲一般嚟講就涉及到冤獄啦，係咪貪污舞弊呢啲問題多羅羅啦。咁啊，即係香港人去到台灣遇事就唔使揾呢個。香港辦事處嘅職員嘅，
這個很奇怪，這個不知道什麼邏輯了，是吧？就另外就是協助身在內地的外國公民辦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簽證，這個台灣就不用的，只是內地的，是吧？在這個的台灣有些外國人在那裡居住，外國公民在那裡居住，要辦簽證來香港，這些辦事處又不能夠提供協助，即是內地就大一點的，即是在內地就大了，內地什麼東西要呢，即是都要提供這個支援，是吧？真的可能去廁所都要幫他安排去廁所，是吧？但是即是其他地區呢，同樣是辦事處，同樣是這個的政制及內地事務部、內地事務局的職責範圍，但是竟然即是同樣的辦事處可以有不同的看待和不同的職責，所以大家看到這個的荒謬性了。而你看回去2014至2015年需留意的事項呢，即是更加是不敢恭維，其中頭列第一項的籌備在內地北部及東部地區設立辦事處，以加強駐京辦及駐上海的經貿辦的工作。喂，大佬，阿長毛入上海都入唔到啦，毛咧有冇搞錯？大佬，你呢個嘅辦事處要炒魷啦，啲友立法會議員去到呢個嘅上海，被邀請入去都入唔到，你嗰個嘅駐上海辦做過啲乜啦？係咪駐京辦做過啲乜啦？咁呢個即係對議員嚟講係一個重大嘅侮辱，亦都係明確失職嘅表現。咁所以即係理應咧，即係要消除。所以不通過這個撥款呢，我想長毛要申報利益啊，是吧？因為這個涉及到你自己個人對這個啲部門的不滿啊。咁如果你講關於要加強這些工作呢，其實即係呢啲咁嘅辦事處呢，可能為啲退休高官即係謀取呢個嘅日後揾錢嘅即係快速途徑嘅啫，係吧？呢啲即係喺香港可能做官做得唔係好理想，有啲被外流到去駐京辦或者其他呢啲貿易辦事處，咁咧做多幾年咧，啲人事網絡熟曬啦，咁啊得夠退休年齡咧，就即刻呢個嘅自己即係過咗個冷可期咧，就即刻成立呢一個顧問公司，即係揾真銀。我都知道有個前高官咧都係咁啊，即係當時係駐京辦。冇乜嘢做啊，淨係識建立關係。咁啲關係建立咗咧有用噶嘛？你知道任何即係呢個嘅政治又好，商業又好，啊特別好多投資啊，好多咩關係都好咧，有呢啲高層嘅關係打通呢啲天地線咧，即係無往而不利。咁啊揾真銀係最好。咁所以你成立呢啲辦事處咧，因為好多呢啲辦事處嘅主管都係政務官嚟嘅。咁所以佢哋即係熟習咗個工作環境，了解咗內部嗰啲嘅官僚架構，更加係認識咗啲即係有關嘅高層官員同埋各部嘅官員，因為好多呢啲涉及到經濟嘅投資咧，同嗰啲嘅經濟方面啲嘢咧，經濟部門咧係更加熟悉。咁所以真係至開始揾真銀。咁呢個另一個退休高官俱樂部啊，即係第日多過香港噶啦。香港就啲法定機構嗰陣時就話啲退休高官俱樂部咧，加下變咗係呢一個嘅啊呢啲法定機構咧，即係開始少去啦啲官，因為全部啲三殺位嚟嘅，啊中箭嘅到去，哇特別你唔係糧粉，即係前朝委任嗰啲咧，加下變咗糧粉嘅攻擊嘅對象。咁所以即係離開香港之後咧，可能揾銀更加少傳媒跟進，係嘛？俾啲狗仔更加冇乜狗仔隊跟。咁所以好可能呢啲咁嘅開多啲咁嘅辦事處咧，就俾啲高級公務員啊多啲即係呢個外流啊，費事喺香港即係見到689呢啲咧眼冤，更加唔使同啲糧粉咁多合作，話翻到內地又可以飲呢個茅台，又可以食靚嘢，大把呢啲省市呢啲不同部門嗰啲人招呼，係嘛？即係生活有呢一個嘅悠遊，唔使俾香港啲傳媒咧。更加唔使俾我哋啲議員，即係喺呢個議事堂傳召佢哋嚟咧，去質詢佢哋。一年都係一次，一年一次咁大把，係嘛？即係一年一次過財政預算案嗰陣時咧，同個局長嚟呢度咧，就嗰兩三個鐘，係嘛？答兩個問題，冇議員問嘅話咧，翻嚟之後就當度假，係嘛？一個問題都無需回應，呢個嘅無需呢個嘅處理。咁所以為咗慳翻呢啲錢咧，駐京辦啊，主席，駐京辦嘅薪酬開支啊！是達呢個嘅1830萬啊，幾誇張！
駐粵辦就11,650,000，咁所以呢啲全部係浪費嘅，所以你應刪曬呢啲辦事處咧，還翻香港人一個公道。